惜又见到你了。我手术好像没成功，脑袋总感觉一直不太清醒。你可不可以留在我身边，不要离开啊？就算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别人，但我不介意。只要再一次，我希望你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也希望我还是能够跟你在一起。对不起，到现在我还是非常爱你，但是下一秒开始，我会练习不再去爱你，不再去想你。乔治他现在根本不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，所以他才会那么开心。我也做不到那么自私。我想好了，我要陪着他完成他的梦。我脾气急，性格不好，动不动就会挥拳头。以后你跟我在一起，我可能会经常惹你生气。我是一个工作狂，我生完宝宝可能立马想回公司工作。我挑食，我不爱吃羊肉，不爱吃洋葱，不爱吃胡萝卜，所以你别指望我给你做这些。我睡觉的时候可能会磨牙，还经常做噩梦，所以你跟我在一起可能会睡不好觉。倩妮，你干嘛跟我说这些？李子明，你愿意娶我吗？